你是不是像我们一样，想把旅行当下的美用电影般的方式记录下来，让你的旅行不只是旅行？嗨，我是泽琳，我是 Cynthia， 我们热爱山海，热爱生活，同时也是 YouTube 频道不只是旅行的创办人。过去我们在台湾跟亚洲各地拍旅游影片，直到现在频道累积了超过1000万个观看数。更荣幸的是，有很多人因为我们爱上旅行。但其实，在创作旅行影片的路上，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挫折，绕过很多弯路。因此，我们想整理这堂课，把这些年累积的 know how 和实战技巧，分享给想拍摄旅游影片的你们，让你们用轻松简单的方式跟着我们学习。首先，我们会分享出发前的规划准备，属于旅游影片的必学基本观念，还有在镜头前面如何表现自然的秘诀。接着我们将更深入一点，了解各种器材、镜头的使用时机、相机参数的原理，让你能依据不同的旅行场景做出最合适的配置。从一台小小的手机到单眼相机、空拍机，都能拍出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影片。最后是任何剪辑软体都适用的剪辑心法，透过剪接完整传达你想说的故事。那相信这些内容可以帮助你拍出自己喜欢的旅游影片。人生只有一次，每次的旅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欢迎你和我们一起享受山海，用影像记录下属于你自己的故事。